后面发现了一间好正的嘢，我觉得六十欧根本就不够用。Utta TV。看看那假首饰，佢就系卖嗰啲艺术家嘢嘅地方。好好睇呢一种胸针。手制人来的比去年的要多好多，很多卖那种食物模型的全部正中我心所以我觉得今天那个六十欧的目标应该是达不成。而且问题是他们的那些商品的话呢，他们也没有自己的官网，就是在日本也没有自己的商店，就是偶尔出来卖一下，平时就不做的那一种，机会非常非常难得。我还有好多家店没有逛，里面的东西真的太喜欢，特别是那些食物模型，都是那种手工的。Oh man， 真的超级超级棒的！本人很漂亮啊。真的吗？谢谢。你们没有看见啊，本人你们吃亏。我们现在下午茶了，谢谢。Hello， 那乌塔现在就到家了。然后今天跟导师聊了很久，我现在回到家应该
八点多九点了嘛，大家看一下天都还没黑。今天呢就差不多这样子，然后之后我可能也会给大家做一个日本博览会的购物分享或购物开箱之类的。今天也分享了很多做 YouTube 的心得啊，交流了一下，然后大概知道以后的方向可能要怎么做，怎么样才可以把影片做得更好。超级开心，超级开心。然后因为胜是我的一个导师，然后这次他是从日本过来，就是 Pico 太郎 PPAP 的那个，他也是胜这样子一团在日本带过来巴黎这样参加表演的。但是这次的日本博览会就非常遗憾，就没有看到 Pico 太郎。好，那么呢今天的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真的超级超级累。好，如果大家一点点喜欢乌塔乌塔 TV 的话，请不要忘记给乌塔一个 like， 然后拜托乌塔 TV。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I'll push on video， 下去。